我是高飞，请问哪一位台湾主持人下半身是歪的？答案是胡瓜，因为他常常说下面一位。我还没变完呢，快把我推回去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奇，我好。念个奇妙咒语 ，Miska Muska。米老鼠，小鼠变大鼠，哇！哦，米奇不妙。哦，第87位的餐点已经好了，已经帮你把小薯条加大了。让我们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魔术师唐老鸭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凭空出现，变出来了。接下来他还要凭空消失，变不见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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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Oh,